老师，无论如何能遇见你真的太好了，我的人生充满了疑惑，找不到解答，我想请教你。喂，我不是心理医生，更不是算命先生，找错人了。可是老师，你是架杠男子汉的原创者，那漫画中的男主角给了我好多启示，简直像在指引我的人生方向。我要不你告诉我，在你的笔下，漫画中的男主角他会怎么做就好。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！如果我知道怎么做的话，我就不用到处找灵感啦。说吧，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？老师，我想请教你。如果男主角暗恋多年的女生喜欢上了别人，而这个别人又是以欺骗其他女生感情为乐的坏蛋，那男主角他要怎么做才能让女生回头呢？原来你那么惨。首先，暗恋这个名词绝对不会出现在堂堂正正男子汉的字典里面。干嘛要暗恋？一把把女朋友抓过来，用力亲下去就对了。万一女生她不肯接受呢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。通常这种行为呢，会导致两种结果：一是当女主角回过神之后呢，甩了男主角一巴掌，然后掉头就走了；第二呢，是当女主角回过神之后，再抱住男主角继续亲吻，这次吻会更加的火辣刺激。可是老师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挨这一巴掌吗？是啊，偶像剧都这么演呢。也对。这么做，至少可以让可儿知道我的心意啊。是 gay 的留言，不攻自破，真是妙，真是妙。告白比较好嘞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傅南老师，怎么人一下子不见了？你们说真的还假的？这种事情不能乱开玩笑哦。是真的，是我们听到他的同学这么讲的。对啊，如果不是真的，铁熊干嘛怕被我们听到？嗯，因为这样他才把喜欢他的女生给甩了。对啊。而且那个女生还跑来我们家里找他理论呢。我要打死这个臭小子！什么不好学，学人家爱男生，长得像女生不是他的错吗？可是干嘛当同志啊？冷静，冷静！这种事情总是要听铁熊自己亲口讲嘛。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讲哦，大家哦千万都不要慌，都不要慌，都不要慌，都不要慌！我们不要慌，我们老婆，冷静，冷静好。我们要支持他，我们要冷静，我们要支持他，好，我们一定要支持他。支持个屁啊！我铁匠会绝子绝孙，我怎么冷静啊？铁金刚，我不是跟你讲说要冷静吗？你坐下。我警告你哦，等一下铁熊回来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摆死脸色给他看哦。我们要用爱的教育开导他，爱的教育开导他，知不知道？爱的教育。姐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爸妈反应好激烈哦，铁熊回来一定很惨。管他的，谁叫他不把那个帅气漫画家电话号码给我们？他活该。我回来了，哎，你们都在啊？不是该吃饭了吗？我哪有心情吃晚饭？你好吗？铁金刚，坐下。饭马上就好了，你先去换衣服，我等一下叫你。嗯，哈。你这个臭小子！小熊熊，你在房间里面做什么？妈妈进来喽。你最喜欢吃的布丁。可是妈，还没吃饭哎。现在谁还有心情吃饭啊？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说怕你肚子饿，让你垫垫肚子。哦，是很饿。
小熊熊，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哦。学校里面是有一堆麻烦事了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会解决的。没关系，你要知道，妈妈是爱你的，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跟妈妈说，即使这个全世界啊都唾弃你啊看扁你啊，但是妈妈挺你，永远挺你。还是妈最好，不过我不会那么惨了。嗯，妈，我去洗盘子。小熊，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说。嗯。可儿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哦，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女同学啊，哪有男生会叫可儿的啦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妈妈就知道。怎么了吗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当然很好。不赶快去告诉你爸爸，等下就可以吃饭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站出来！快！1000块，要不要？就1000块。在这里，动作要快点，不然被发现可就惨了。永俊，这是我辛苦为你做的早餐，希望能为你补充营养。这不是我的照片吗？怎么会在永俊的柜子里面啊？天哪，难道永俊他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收拾脏衣服的。那打扫的欧巴桑请假，我来帮忙的，来帮忙的。哦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收拾脏衣服的。那打扫的欧巴桑请假，我来帮忙的，来帮忙的。哦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你，这个星期天的聚会你会去吗？
我想，可，我想告诉你的秘密，这个，可，我，到底在干嘛？告白不是也说话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啦？你看你跑成这样子，啊，怎么了啦？可儿，铁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说了。什么事啊？紧张成这样？我刚刚偷偷溜进了球员更衣室。球员更衣室。啊！有女生跑进来了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男的，不是女的。真的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不对啊，你去那边干嘛？刚刚本来想送早餐给永俊的嘛，谁知道我居然遇到他了。那家伙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我以为他对我发脾气啊，可是他居然没有哎，还问我礼拜天萨巴米的聚会场所在什么地方。他问这个干嘛？难不成他还是萨巴迷？那倒不是，我想，他是因为我。怎么说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在永俊的柜子里面发现个大秘密耶，他竟然有我的照片。上次 cosplay 的活动，我给他一叠照片，他只留着有我那一张哎。铁雄，你说。这代表什么啊？为什么那么多照片里面，他只留着我的，还小心翼翼的收好？我怎么知道？他那个人那么古怪，谁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啦。但是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哦。我决定了，如果这个礼拜天他有出现的话。我就要跟他告白，告诉他我喜欢他。咦，奇怪，这什么声音啊？铁雄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难看呢？是不是没吃早餐？我，这给你，慢慢吃哦。先去上课了。铁雄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会支持我的吧？爱心，可儿要向将军告白，怎么办？本来一切只是个噩梦，现在噩梦要成真了。到这地步，我怎么也无法再向可儿告白了。老师，你在哪里？我需要你指点迷津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你自己想看看嘛。可儿在金永俊那一种人眼中算什么东西？那张照片一定是个误会。可儿如果去告白，到时候让金永俊和他那一帮朋友当笑话讲，丢人呢。对，老师你说的对，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老师，谢谢你。现在可儿只能靠我了，就算我拼了这条命，也
要阻止。金永俊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麻烦请告诉金永俊，我在找他。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你很勇敢嘛，敢一个人跑来教室找我呛虾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很讨厌你，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原本平静快乐的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乌烟瘴气，什么衰事都是因你而起。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把剑，我一定毫不犹豫往胸口刺去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，也不知道我哪里爱到你，但是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说完我就要走了。金永俊，你站住！就算我再讨厌你，这件事还是只能拜托你了。拜托你，给可儿一个机会。可儿？可儿是谁啊？就是今天你在球员更衣室遇见的那位。哦，那个卡曼社的女生啊。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机会？他也许会向你告白，说他喜欢你。不管你心意怎么样，都希望你不要伤害他，让他难过。不伤害他，不就表示我得接受他？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？每天找我告白的女生这么多，我哪顾得了那么多？可是她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女生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让我搞清楚，你最好的朋友喜欢我，虽然你很讨厌我，但是你为了你的朋友肯低声下气来求我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？很有趣呢，原来泰迪熊是一个肯为朋友牺牲奉献到这种地步的大好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好吧，你肯答应了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只是答应你我会考虑看看，我总不能为了成全这个大好人平白牺牲我自己吧？不会的，只要你答应不伤害可儿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很简单，我会踢三球入门，你只要守得住一球，我就无条件答应你，怎么样？只要一球。太恐怖了，速度之快，我连球都看不清楚在哪里，怎么守啊？喂，你动都不动，怎么守球啊？别想我再多给你一次机会哦。真是只泰迪熊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贴在地上爬的熊。你尽管笑吧你，反正我不觉得丢脸就好了。能为朋友做点事情，牺牲点尊严算什么？我承认我有点想要答应你，可是那实在太违反我的原则，而且一旦冷酷金永俊的形象被打破，将有可怕的后患无穷。所以啊 ，sorry 哦。如果这是场交易呢，我先跟你换，这样就不算违反你的原则啦。我看起来像很缺钱吗？你把我当成牛郎，又或者你把你自己当成牛郎，我可不便宜呢。你呀、啊，
哪里买得起我？钱我会想办法，钱我会想办法，哎，钱我会想办法，要死！金永志，钱我会想办法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要去哪里弄钱？对，那笔奖金。老婆啊，可以吃宵夜了吗？我肚子好饿啊。老妈，老爸又在偷吃东西啦。铁金刚、把东西放下。那再来吃的布丁。不，哎呦，哎。可怜的熊熊，过了今晚，你就不再可怜喽。只是我还要继续可怜下去。可儿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永俊呢？他真的会来吗？好紧张啊！可是看来看去，还是我沙巴本尊最美了，神韵没人能比。哎，可儿啊！哎，可儿呢？哎，人呢？可儿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怎么连他也来了？哇，这下可热闹喽！连美丽风骚的阿姨都来拼场子，哇！我看今天热闹嘞，赶快被八卦。铁熊，铁熊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、啊？这个给你，今天你应该会用得到。是泰迪熊。你连永俊的球衣背号都收上了耶。铁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你说要送人的东西，还是要亲手缝制才有诚意，所以我故意留了几针让你缝好它，这样也可以算是你亲手完成的。铁熊。铁熊，你人真好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赶快去吧，也许金永俊已经来了，我还有事不能陪你。嗯，铁熊，谢谢你，加油，希望我真的帮上你。检查嘞，哎，现在只剩一只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总不能穿球鞋上场吧？这样一定会穿帮的。啊，时间也快到了。你就带买东西没兴趣吧？都买，都买完扣死了。那是北中南的人都会像我们南部就是有一些人就是都会搭车上来，还有现在想说干脆住二吧。有啊，有人会来杀。
情上面更让人受不了哎。他是谁啊？怎么会冲进来这？哎，你不要动哦，我帮你拍照。哎，你不要乱来哦，我们答应你哦。好，果然没猜错，你是男生。哎，你几岁啊？身高多高？在哪里念书啊？哎，别跑啊！喂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别想逃。敢跟我这百米冲刺的全国冠军比跑步，哼，你输定了。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喂，别跑！这女人真恐怖，干嘛对我穷追不舍啊？该死，这怎么是金永俊？永俊，永俊，永俊，快帮我抓住他！不行，冷静点，还是男人跑得快。怎么连那家伙都在追沙巴？应该没有被他认出来吧？被他认出来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不行，还是先把制服换起来。我帮你给他拍照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为什么要躲着我？难道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可是他愿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了。快说，我很忙。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我东西要送给你。你送错人了吧？我又不叫泰迪熊。我以为你喜欢。我会喜欢这种东西？我真搞不清楚女生脑袋装什么。可是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那就更没有必要。浪费时间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，我要这没用东西干什么？还不如一颗球。太可恶！我杀了他！可儿，你还好吗？你都看到了，好丢脸。不会的，可儿，是那个家伙太可恶了。是我太笨了，真的是我太笨了，铁熊。我竟然笨到去相信谣言，想也知道，永俊那样的男生，怎么可能会喜欢泰迪熊嘛？这种东西，是我们这种无聊的人才会喜欢的啊。我竟然还想强迫他接受，怪不得他会生气。不是的，可乐，你不要这样嘛，这泰迪熊他。
别难过，我带你回家。你确定？我都跟他说上话了，怎么不确定啊？而且他120%是一个男孩子，我还拍到他。这种照片网络上要卖比你清楚。你懂什么啊？这种网络上刻意摆出来的姿势，什么屁也没有。而这张照片，可是在毫无预警之下所拍摄的。说不定可以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哦。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昨天让沙巴嘎晃点了2000多名网友，害得主持人在现场被数十名粉丝海 K 了一顿呢。啊！看他多正，正死了。不过啊，我总是觉得越看越眼熟，越看越……奇怪，总觉得这个人我好像见过哎。李兄，李兄，没事没事没事哈，没事。哎，快快快，来沙发上。可到底有谁能扮得如此像女生？金庸俊，你明答应我不会伤害可儿的，你为什么把他送的太英雄丢垃圾桶？他告诉你的，我他才不是那种嘴碎的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对，当时所有的人应该都在会场，等着要看萨瓦才是啊。说不出话了吧？啊？难道是他？说谎的岂止我一个？难道要我当众你的面前把你的秘密说出口吗？我拿什么秘密啊？你还不承认？你一定要说出那两个字吗？我不准再这样对可儿了！哼！完了完了，他怎么知道这个秘密？他怎么知道我就是沙巴？他那天真的看出来，我的一丝一毫毁于一旦，完蛋！蔡金雄，你给我站住！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沙巴？怎么办？怎么应付他？要想办法不让他怀疑我才行。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你在心虚？笑话！我要心虚？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呢，干嘛扮演女生？倒是你，一个大男人追着一个男人跑，你才娘娘腔哎你！这是我唯一的王牌。该在这时候赌上吗？哈哈，被我猜中了吧？
平常看起来高大威猛的金永俊也玩 cosplay 啊？你也是 Saba 的 fans 吧？难不成你平常也爱玩一些反串的角色？谁说我是他的粉丝啊？我只是好奇，只是好奇，只是好奇，就让你这样子像疯狂粉丝一样乱追逐啊啊！到街上随便乱认人做 Saba 啊！你的粉丝要是知道他们偶像是这样，一定难过死了。随你怎么说，没关系。等我收集了证据，到时候你不想认都不行。我们再看看到时候谁要求谁。你叫我追着我不放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难道真的只为了萨巴吗？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身份都曝光了，怎么办？我只想做你的公主。还好这次侥幸逃过一劫，以后说什么也不能再扮萨巴。这些证据也不能被人家发现，要不然准出事。屋里的每个人，五分钟后准时开门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一定也觉得我很没用吧？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，不但保护不了可儿，连忙都帮不上，还惹得自己一身事。哎，我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能把希望放在你身上喽。明天呐，就要把你交给可儿了，你一定要尽量耍可爱。一定要逗可儿笑，就像我这样。嗨，爹，你这个臭小子！你放他，放他好吧？你趁我不在，你是玩娃娃，你不想活了？你误会，你误会了。你误会，哎呀，还跑！你还跑呢？爸，就过来，你还跑？铁镜哥，老婆，求求你，我快饿死了，你不要不给我饭吃好不好？你怎么会饿呢？你都还有力气打儿子，铁兄，把那碗筷收起来。啊，不是，哎，老婆，不要这样子嘛，我会变瘦的，不要这样嘛。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互动多一点，有一些 pose 给我好不好？多一点 pose 的感觉好不好？凯哥，我受不了，交给你了，看他怎么办，随便。踢掉了，你没看到一个伟大的造型师就快要给毁了，你怎么一点安慰也没有啊？哈哈哈！你嘴角拉太高了，小心鱼尾纹跑出来。在乱讲什么啊？我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有鱼尾纹啊？哎，对了，上一次扮演萨巴那个男生找到没有？哦，很可惜哎，要是可以找他来当男模，就太好了。
他那独特又完美的脸蛋，再搭配上我的设计，简直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：perfect。小君君，你再帮雅英姐找找嘛，雅英姐会感激到以身相许的哦。我想向老师收我为徒，让我待在老师身边学习。没空。啊，老师。18岁没有啊？想不想打工啊？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哎，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吗？这位高雅的阿姨，请你放手，不然我要叫了。你叫啊！你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是个变态龙趴上吗？警察是鬼人来了，我去上。喜欢你偶尔作怪，不经意流露的坏，其实体贴是胸怀，曾经有过的恋爱仿佛一片空白，直到遇见你我才真的存在。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只想做你的。